老秦啊，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呢？啊，早上起来我上班的时候你就坐在这儿玩手机，这我下班了你怎么还坐这儿？就没换地儿啊？啊，王倩啊，这样可不行啊！哎呦我的妈，你看你这肚子跟个牛蛙似的。来来来，你起来，你活动活动，你锻炼锻炼行不行？啊，大姑父，你别让我动，我可累了。不是你累什么了？你一天啥也没干。我咋没干呢？你干啥了？我最近卖面膜呢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卖啥？面膜。你卖面膜有人敢买吗？我都卖出去一箱了。谁这么缺心眼儿啊？大琴子，我一猜就是他。哎哎哎，行了行了，你起来吧。我跟你说呀，那个三号楼的那个张奶奶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她那个家具出点问题，让我过去帮着整一整。这样，你起来跟我干点活，一会儿再过去。大姑父，别让我动，我等小米粒呼唤我呢。我痛，你说你呀，你就这么懒吧你啊？街坊邻居们，三天不见了啊，能猜出来我是谁不？看脸，别看形体。哎呀妈呀，没想到我在咱们小区的辨识度是这么高的啊！情况是这样的，三天前我在王小倩那买了一箱面膜，她跟我说，24小时连续贴，连贴3天，我就永葆青春。大伙看一下啊，我今年35，贴完像不像23的？别这么说话，说我像胡三三，什么破玩意儿啊？这哪是美容，这毁容？我找王小倩去，干什么玩意儿的呀？王强，王强，你谁呀？大呼小叫的，看没看见？用完这面膜，他都不知道我是谁了。大琴子啊，脸咋这么白呢？化妆了？我化什么妆啊？你不跟我说的吗？24小时连续呼，连续呼3天，不就这样了吗？那你不呼夫那了吗？你就骗我吧你！你说用完这个面膜以后，我就用到青春，我就年轻了。大美就跟我搞对象了。今天早上我就找大美去了，一开门，大美看着我以后，马上给我朗诵了一首诗。啥诗啊？你也说《聊斋》，我也说《聊斋》，敢用不？大秦哥呀，那是你呼的方法有问题，3天呼一箱，你搁这呼地瓜呢？谁呼的没有问题？我大姑父呼的就没有问题。赵刚呢？啊，赵刚也呼。大秦哥，你坐那儿。不瞒你说啊，我大姑父呼的比你还勤呢，随身携带。现在40多岁吧，呼的像20多岁似的，能看出来呀？你十万个为什么老问你是谁来了？大琴呐，对，是我大姐夫。这怎么的？这是要演猴戏呀？我演什么猴戏？你看你面膜贴的吗？王小庆啊，这贴你面膜贴的呀？不是。你贴那玩意儿干嘛呀？你大老爷们儿，什么叫我？你不也贴吗？我不贴呀，我不贴。你说这谁信呢？你说40来岁人了，长得跟20多岁似的，都这么认为吗？是，大伙都这么说的。好，说明大家的审美很正常。告诉你是怎么保养的？哎呀，我啥保养啊？我也不保养啊。你是不是经常去那4S店呢？怎么的？我还得加桶机油啊！不是，是不是经常去美容院呢？美啥容啊？啥也不美，虚伪。王倩说你成天随身携带，什么我随身携带呀？我携带什么呀？面膜。
别听他瞎说，我什么寿星？我出去我带面膜吗？站好，手机带。怎么了？有面膜吗？开什么玩笑？你找面膜往哪摸啊？没有。啊！他瞎插啥呀？工具包。你这里边，你看这里边，你看都是干活的工具，这能有面膜吗？闪闪闪闪闪！面膜，这谁的面膜啊？这是谁的？那肯定不是我的。王小倩啊，这是不是你干的？是是是我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我闲的我呀。闹什么你闹？大秦，我跟你说，你坐这儿，你坐这儿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从不用面膜。那谁用啊？谁用我不知道，反正这面膜它不是我的。大秦，你这样，你了解我不了解我？我赵刚子是什么人？你了解不了解？我就了解。我说话你相信不相信？那是这真心。我用名誉担保，面膜我不用，这面膜不是我的，明白不？你肯定没用是吧？肯定我没用。不是，妥了，王倩，给我退货。听见没？退货。大姑父，怎么的？你就搅和我生意吧啊！我告诉你，这生意不是我的，是你小姨的小米粒的。小米粒啊，你出来吧。你大姐夫搅和你生意，退货。谁呀？谁要退货呀？啊？吵着把火的，谁要退货？我不退货。你不退货，你退后。好的，我退货。你谁呀？我就是使用你产品的那个人。哎呀妈呀，大秦哥呀，你这脸咋的了？你擦粉底了？我擦什么粉底呀？就用那面膜用的呗。能啊，我那面膜质量老好了，你是不是使用方法没用对呀？使用方法怎么会有问题呢？王小倩亲口跟我说的，24小时连续呼，连续呼3天。王小倩，你咋跟人说的？啥让我咋说的？我给他面膜的时候，他老激动了，转身就跑了。我说大秦哥，3天就见效。不对，他明明这么说的，大秦哥3天全用掉。好事，你赶紧跟人解释解释。不，你耳朵塞啥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快点！干啥？这什么事？你啥玩意儿？你跟这是叫啥呀？小米粒啊，大姐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这面膜质量行吗？当然行了，我这面膜都是从正规渠道进的货，质量没问题。哦，那要质量没问题，那你可以卖啊。你回来，什么意思啊？没你事了？你给我搅和黄了，没你事了是不是？我告诉赵刚子。别这样，你说这小米粒，你咋的了？小米粒，小米粒，你别生气，你别长这样，我不得劲儿。大姑父，你瞅瞅，小米粒做点生意容易吗？啊，走，你这脚黄了都快。哎呀，我的命啊！什么命运呢？小米粒倒霉倒霉，你这命运上了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你看看你把人大秦子弄的，3天连续贴面膜，现在贴的跟个胖头鱼似的。我不是胖头鱼，我大姑父，这赖我呀！他贴的方法有问题。我跟你说这件事啊，你必须帮忙。我怎么帮你忙啊？好办呐！啊，你把这面膜贴上啊，回屋啊，你从屋里出来，我一喊你，你就往出走啊！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干这事，我没贴过这玩意儿。大姑父。小米粒做点生意容易吗？啊，你就搁这搅和，就搁这搅和。哎呀，我行了。哎呀，我行了。哎呀，捣蛋呢你呀、啊！你呀、啊，你要命啊！我跟你说，那个大秦哥，我们的面膜啊，质量绝对没有问题，是你贴的方法有问题。我大姑父天天贴。王小倩，你搁这白乎啥呀？我大姐夫啥时候贴面膜了？对。你出来亮个相吧！我的妈呀！我的妈！你卡这儿！哎哎呀！妈，这个！不是，哎，大姑父，哎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黑洞洞的，啥也看不见。哎呀，我天！你把这帘儿打开，看见了吧？是这样啊，这还有个帘儿哈。说词儿，说词儿，啥词儿啊？宣传词儿。对对，整两句。
贴面膜，贴面膜，贴完面膜像宝宝。来来来，我看看这个宝宝。哎呀，大姐夫，你别说，你贴完面膜的皮肤变得老嫩了哈。我就说吧，你一定要坚持用下去。是，老弟。叫我啥呢？大姑父，你贴完这面膜啊，一下就年轻了，从大姑父一下就变成小老弟了。这玩意儿。你别，你都差辈儿了，不能这么叫啊！好嘞，大姑父，那你还叫老弟吧？老弟啊，去你的！别捣乱！我看，我看，贴完以后，哎，你还别说，他这面膜质量真不错，贴完了你感觉特别舒服，很好是吧？挺好，挺好的。妥了，小米粒再来五箱。好嘞。咱俩大哥，大姐，我得嘱咐你两句啊，五箱一定要按照使用说明，明白吗？千万不能连续贴，好家伙，要拖一个月，脸就没法看了。这其实啊，大姐，我还得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大姐，你不管用什么东西，它都是外部的，自己内部很重要。我觉得人这一生啊，一个是身体，一个是心理，这最重要。哦，对对。现在生活好了，大鱼大肉的，就更得锻炼锻炼身体了，是不是？老千，还有你，你看你那肚子。你再发展下去就是第二个大秦。哎，大姐夫啊，那心理呢？心理也很重要啊，人得快快乐乐的生活，是不是？大秦子你就不行，你这人呐，脾气急是吧？点火就着，啊，得培养一个良好的心态，对吧？要学会感恩，要多帮助别人，善待每一个人。你看，你平时没事的时候，街坊邻居需要你帮个忙啊，你块儿又大。对吧？抬个东西，搬个东西什么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还有你，这么年轻，天天就哎呀，我的命运，你能好吗你？老话说，相由心生啊。大象怎么从这出来？这样，三号楼的王奶奶跟我说呀，家具出了点问题，我正发愁呢，那大衣柜怎么抬呀？你去，你把这活干完了，你身体就一定轻松。一定的是吧？一定的。那走吧，老弟。好，老弟，老弟，我也去。别老弟。大姐夫，哎，我也去。好，咱们都去啊！助人为乐，这趟活下来，你们就青春永驻。好，吗？